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又到我们的开箱时间。那这一次介绍的算是一支也是经典的五家老拍啊，那也是出来算蛮久的。这就是那个普里摩纳兹的普木五家版，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外盒。它的外盒设计就是还蛮有那种复古风啊。对啊，现在新的盒子当然也是长这个样子。但它跟那种新的那种就是拍盒设计上还是有点不一样，可以那给各位看一下，普里摩纳兹五加 F 罗，那反发特性9.7，振动特性7.6，然后是五加版，OK，然后是属性算是设定在攻击的。好，那我们就简单看一下它外盒的部分，后面介绍的话，大家有兴趣自己。就是按暂停看一下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声明贸易总代理公司货。好，那就来看一下里面哦。可以先给各位简单看一下它的样式，它这个算是新改版的一个涂装啊。那早期涂装这边就是会分那个什么。off 啊，加包五加什么等等，就是进攻的速度数据快慢。OK，那个如果我有找到图片，我们再秀给各位看一下。然后拍柄的部分，拍柄部分的话，这个好像也有做一个改版，就是新版跟旧版的一个，就是也是一样，就是水晶牌，但是它的排列方式也是稍微不同。然后日志。下面一样有我们的那个，就是铝牌，然后 JTTAA。那后面的话就是纯木甲板，就是它防伪设计就是用红色的，然后面材这个大家看就知道是08面。然后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它的结构，这是算是蛮经典的五甲的配置啊，就是面材，等一下。面材的话就是08面，然后里面的话夹带就是用阿尤斯去做。我没记错的话，这面就是次新，包括大新，应该都是阿尤斯啊，因为不会像是桐木这么的软。当然，这一只其实，好，我们就现在先让它转一下。那现在就是慢慢讲解啦，然后大家就看它的花式花样，咱看一下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好，我们讲这一只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它跟先讲日本蝴蝶也有出了大概3、4款，就是也是那种就是纯木甲，包括近期也有出像那个前几年有像梅兹 Advance 跟有一把新的最新，可是那一只面材因为是扣头，那个叫做 Valencia，对，我应该是大概是在念，然后包括更早期有一个那个 Corbeil，Pichard Corbeil，那厚度的话 Pichard Corbeil 是5.9米，然后每一只进化 Advance 是6.7米，那包括后来出我说扣头那个 Valencia 那一只是6.0米，那这一只，普里摩纳兹五加，它比较特别，它是5.5，算是里面板身最薄的。但是，打起来其实不会说很没有力哦，因为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一只虽然板子最薄，但是它的重量算是比较重。因为我平均，对，不知道平均像这几年前公司挑重量，其实重量我觉得都压在90上下。你如果像找轻一点，可能就是我说要，可能当然厨师挂，可能就是要找到90以内的不好找，对啊，大部分都是90出头，但是因为本身板身薄，那我们待会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平衡点。那我们先讲这一只好了，算是日本蝴蝶官网也已经下架，我在日本官网看不到这一只资料，反而是在国外，那的就是蝴蝶官网还有看到。那这只其实算是。比较具备那种兼具欧洲拍的那种，就是咬球感、控球性。那
还蛮多一些欧洲选手，像当然早期世界顶端像普里摩拉自己也是有使用过这一支球拍，那他比较算是那种攻守兼具稳定性、啊、这支应该就是讲求就是弧圈稳定控球这种概念。那以外观来讲，其实大家可以看它就是很楚木的那种设计，咖啡色的那种就是握柄木纹，就是还蛮漂亮，很有那种木头的那种设计感。那普木夹算是攻击，他们也是归类在攻击性啊，我觉得算是你要打到中远台，有些人会算是会觉得稍微比较没有力，但是他控制力很好，反而你可以尽自己的就是发力去使用，就是当然不用说怕说哎会不会不好控这样。那楚木的打感当然会比碳纤力量小很多啦，但是像其实一些中国的选手还蛮多就是喜欢像那种楚木的那种手感，因为他们本身中国选手发力就还蛮好的，像是讲樊振东或是许昕，他们早期确实也都是用楚木五夹去做一个就是他们的战拍这样。那讲到这一支，其实就是大家会有给他一个印象，就是说算是经典的弧圈拍了。那本身控制性稳定性当然这个大家可以去听前面的音频，它其实蛮低沉蛮低咬的，那算是可以练发力啊，包括想要练打弧圈或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基本功，其实算是一支非常好入门的一支底板球拍这样。那介绍上大概就是像这样啊，其实网络上你找到的资料大概都是讲它的手感好，那球板持球时间长啊，然后拉球要包括改变方向什么等等都算是很稳定，路线使用上都还蛮灵活的。那这个就是一支简单的算是基本入门款的五夹板。那有些客人其实像我推荐的话，其实搭配像蝴蝶那个 Striver 啊，就是基本的那种板子搭配中规中矩的一个套胶胶皮，算是很经典一个搭配，然后你就是可以进行随心所欲在场上做一个就是弧圈攻击那种拉球，爽感会非常的好。好，那这一支其实也不用特别多做介绍，就是大家如果说我想挑一支入门的五夹板，这支算是还蛮推的，因为应该说日本蝴蝶官网也已经将它下架，有可能之后慢慢会停产，有可能，因为毕竟后来他们也有出一些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厚度比较厚一点的五夹板，那可能也是针对40加大球做改良的。好，那大概给各位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待会就来量一下它的平衡点。那在此之前稍微看一下官网给的那个厚度有没有准确，大概5点，等一下哦，看一下，哦有，看一下，哦有，大概5.6，多个0.1米，我觉得还好，也不知道，也有可能是后来改良的，因为这个也是一直在出嘛，后来包括也出新版，有可能是增加个0.1，让打那个40加大球稍微有力量一点点。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平衡点。那我们一开始就稍微往后拉，用这个角度给大家看，应该比较清楚一点。这个微调不好调，可以大概是这里抓一个平衡点，那我们来看，看一下，因为镜头不好抓，我单手扶着，所以我这边看的话大概6、7、8
12.8 那边，对，12.8。好，那我们就我这边先做个记录起来。那我们之后像这个，但大家前面有提到，我们就是会放到我们的影片的下方内文，那给各位去做参考。那如果说像有想要配胶皮怎么样搭配，欢迎在下面做询问。其实这支配皮还蛮广泛的啦，但是配到大陆皮我觉得就搭起来会比较累一点点，但是有些人想要练就是真的练手感练发力，其实 还 OK 啦。 OK， 那大家如果说喜欢这支拍子的样式花纹的话，当然就赶快下手，因为这支有可能因为日本已经停产了，那台湾代理基本上跟日本那边拿有可能不一定拿得到。好，那我们今天简易的开箱就到这里，那各位有问题欢迎提出，那感谢各位收看，